行，伊的行，好久久，等人一百，是搁买才会变大。伊也飞来飞去，做想来大，为一家伙大粒细粒宽。大小只拢靠一头鼎，等恁大汉出业开始赚钱，也是开始飞，又搁一是伊阿囝，顶头起家辛苦打拼，好运歹运拢是命，用心计较认真请。心拢命，个性拢袂参像，这敢是天注定。用心计较，认真请，好歹拢是咱的囝，亲像五指枕头无边长，甲路同款行，爱恁是天注定。我要找一个时间，去背一句话，加这演讲。这看板是写啥？是报道鱼港啦。哎，大家紧出来翕相啊！镜子啊，手的啦，恁先过来。好，阿哥有。翕相。哎，来，小细仔，恁一家伙啊。哇，来。穿啊，袖宽啊，内裙穿衬。啊，丽英甲伟伟，丽月啊，啊金龙、慧顺、金焕，啊建宏三兄弟啊，拢进来再摆好。哎，来，好，来，我要上了，各位同学，好，哎，好 ，OK， 啊，准备要来了。哎，金龙进焕啦，我恁那天关心去处理者。哦，好啦，阿姐欢迎啊，爸。啊、你看呢，刚好出席啊！赞，真好。当初我头一遍哦，穿到这尔正常，是为着要去小琉球，看迄当船啊，当地的官船的经船啊。啊，不过哦，今日穿到这尔正常，是为着要参加川啊新餐厅的开幕，这款感觉哦。实在是差伤济啊啦！哎、欸，啊，这回川内哦，会当开这么大间的餐厅哦，这讲起来哦，我的功劳相大。是啊。啊，川啊，会当开这么大间的餐厅，迄靠的是伊家己，你哪会讲是你功劳相大？啊，当初是啊，川咧开店的时阵，若不是我逐工哦去店内招呼人家，啊，伊的生意嘛无可能一工比一工好。所以安尼讲起来，当然是我的功劳相当。啊，你大家讲对无？啊，对。当初哦，那不是你常常给人客吃免钱的啦。啊，去川仔后脚哦，无听到川仔这间大餐厅哦，早就开啊嘞。哎，煞煞去啊！啊，今日这么欢喜的日子哦，我就莫跟你计较啦。对啦，阿母啊，阿爸讲安尼无唔对啦。今仔我有这么大个心情哦，拢嘛是阿爸甲阿母搞斗相共，我有才有今仔日啦。甲你说只多谢。嗯，你讲这句哦，阿爸上爱听啊。爸，今日嘛是算真难得呢。啊，除了二兄吼伫个大陆做工课以外，咱大家今日拢伫遮呢。算起来吼，咱拢是碰着三兄的福气，唔才会当伫遮团圆。嗯，讲了无唔对哦。啊，今仔日创个新店开幕啊，啊，大家哦拢会当转来团圆。即讲起来，川内的面子啊，实在有够大。尤其是啊，平常时啊，常常找无人的金樽啊，吼，今仔日嘛来啊，即讲起来实在真难得啊。迄若换作平常时哦，这若用八人大轿去扛哦，嘛请袂转来啊。阿爸，你哪咧讲啦？
我之前较少甲厝内底联络，迄是因为哦，我伫咧无闲做生意，我毋是无想要转去哦。今日也是因为哦，迄是因为啥？因为阿川啊，开一遐尔啊大间个餐厅对无？搁办桌请咱大家来咧。我即做阿兄一定要出现的嘛，对无？对无？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我阁想讲，大家知影今日是我的生日，才会这么难得，规个拢来。结果竟然不是我所想的安尼。阿爸，我礼拜内底无闲啊，等下过礼拜再坐啊。好，来来来来来。阿爸讲唔知啊，好多黑粉丝，卖个都卖唔来。阿婆。阿爸，这下阮排就好啊，你遐坐休困啦吼。哎呀，这么多还袂排着，我若无倒三间，等下就袂有啊。阿爸，阿姐吼，今日有人包场啦，咱唔免排这么多，多个椅啦。有人包场啊？我哪无听川仔讲，还是包几场啊？大少，吃饭。阿爸，这我来就好啦，你休息好。嘿，恁这也无爱给我做，那也无爱给我做，安尼我插伫遐创啥？即摆是安怎？我食老无用啊，小。无安尼啦，我跟伊转去好。阿爸。阿爸。人客你要来啊？你是要去倒位啊？啊？什么人客？南山，安娜，足久无看嘞。阿彪，阿伟啊，啊，恁哪会来啊？来甲恁招呼的啦。唔那是因，还佫有阮呢。你嘛来啊？哦，咱是来足久无看的啊。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哦，我甲囡仔哦，特别邀请因做伙来到顶参加你的生日宴会啦。阿爸，生日快乐！你还阁会记啊？我甲囡仔哦，早都要计划好，我做你这哦七十岁大寿。是啊，阿爸，你一定料准讲，阮拢袂记了吼。三阿兄哦，专工拣今日，就是要替你过生日。你看，规个餐厅，阮拢包场起来安尼。哦，恁哦，真正是哦，南山呐。恁遮囡仔吼，是足有效的，专工去教堂啊，请阮来甲你接收。唔那安尼呢，佫定一直拍电呢，叫咱哦，今仔日一定爱来去接收啦。你哦，是足好命的哦。啊，真感谢哦，互恁走一抓啦，吼，哎，大家紧坐。啊，阮家川啊，甲金龙、金华三个总部在，啊，即摆倒去走卡无用。等下哦，就请恁大家哦，食看卖。看这三个兄的功夫安怎啊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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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等下等下，快！阿母啊，做你放心啦，当三个大赛联手吼，赚的绝对袂甲你浪费的啊。对啦，阿母，你放一百个心，出咱厂的捧出去哦，一定有大家娱乐啦。
阿母啊，厨房哦就交予阮啦，啊你伫外口招呼人客就好啊。好，好，好，安尼看恁的表现哦，安尼我先出去啊，哈。哎，崔老。嗯。罗金准，你好听好，我知影恁老爸今日作秀，所以我予你一点面子，就无要过甲你讨笑。但是你若无兴钱，就莫怪我无客气。金准，你哪会走出来？你甲我对哦？啊，你敲电话啥？店面有电话，你啥人要走出来卡？查某人莫管遐济啦。咱客食啊差不多啊，嘛差不多要上客啊。阿爸咧找你，你紧转去。一定会平安顺利啦。多谢。啊，你早就要转哦，唔该姐姐。嗯呐，啊，阮着搁啊坐车转去高东啊呢。建顺啊。嗯。表姐啊，自细汉就看恁阿爸甲恁阿母对你真用心，啊，但你即马娶某生囝，啊，开水果行啊，做一个正正当当的生意人。表姐啊，吼，实在替恁阿爸甲恁阿母真欢喜啦。表姐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哦，比阿三更加成功，后面哦，换我来交代，好不？好好好，阿伯，咱来走。孙杰，来，你别起来。家所有的囡仔甲孙仔，拢为我来办七十岁的生日啦！哦，我是来真欢喜的啊！啊，尤其是哦，你又搁请来高同啊的亲戚朋友哦，这真正是哦，难得又搁有意义啊！哦，我真久唔捌这么轻盈，这么欢喜啊！你欢喜就好啊！你都毋知影哦，这囡仔为着要替你办这七十岁的大寿哦，迄是用偌济心思的。多谢恁啦。唉，希望哦，咱兜遮尔啊欢喜的情景，会当继续落去啦。咱遐个囡仔哦，大家拢会当平安顺遂。会啦，我相信为即马开始哦。难道了一点都来都顺利？安尼真好。好啦好啦，今日嘛真忝啊，该困啦吼。这菜不糟心啊！好啦好啦，当当当当。关阿新，我等下再过来。好。小看啦，为啥呢？啊，胃肠无好，佮今日咧啉酒，你哪样讲袂听哈？我等下吼，佮要甲王董因出去，先摕一寡钱话，较袂漏亏。我先甲你讲哦，咱赚的吼是辛辛苦苦的钱，你要去啉另外一寡是袂要紧啦。啊，不过莫去暴躁，有听到无？我知啦。因是大头家呢，因有的是钱呢，啊，咱佮是无同款。知影无啦？你嘛真啰嗦呢！我安尼做嘛是有经营餐厅咧拍拼嘛，对不？
想啊！哦，这晚还有人打电话来，我来接电话啦。啊。喂，秀宽啊，啊，你这晚打电话来是有什么代志是吗？阿要出门的时阵哦，阿母打电话来啦，讲昨半暝啊哦，阿川巴肚痛，送去急诊，这要动个手术呢。我想讲哦，炸一挂水果去病院甲看卖啦。哈，大院爱搁手术咯，哪这严重啦？啊，想要紧无？我哪知啦，啊无我先来去病院甲看卖，啥物状况才甲你讲吼。哦，好啦。老建村啊，今仔要还的钱是穿了阿未？等爷爷讲啦，电话来，电话来。啊，即摆是安那啦？今仔要还的钱唔使出来。哎呀，你莫安尼啦，我即摆身躯真正无钱嘛。你搁给我几工的时间吼，我一定想办法继续存钱还给你，好不好？我已经给你按几落工哦，为你打车我还要按偌久啦？我即摆就无钱，通我还你嘛？拜托姐，搁给我宽限几工啊！我一定将钱还给你，你放心啦，吼。啊，无你这也是给我偌济啦。阿拉姐，我看我搁你半个月时间，你赶快提袂出来啦。红妹，无安尼啦，你搁借我一寡钱吼，我去赔钱。到时阵本金甲利息我做一届还你，安尼好无？哎呀，拜托的，要不带念一下，我常常去甲你捧场呢，对无？好啦，拜托啦，跟我斗三个一届啦，吼，哎。爹啊，啊你唔是讲今阵啊要来？他即马拢下晡啊，哪会到即阵啊无看到人？对啊，迄嘛真奇怪。我透早敲电话给伊的时阵哦，伊就讲要随来病院啊，啊人是走去倒位去啊。阿爸阿母，恁几样拢无休困啊？无恁先倒去休困啊。川的吼，我来照顾就用啊，恁紧倒去休困啊。好啦，啊无，阮先转来去啊。我转去哦，煮一寡物件过来互你食吼。唔免啦，我袂枵，我无胃口啦。嘿，无胃口，嘛要加减食一寡。啊，唔通喘了还袂好起来，煞换你倒落去。对啊，秀宽啊，阿母知影哦，你烦恼喘的，啊，不过家己的身体嘛是爱顾啊。您放心啦，我若巴肚枵哦，我会家己买物件食，你免烦恼啊，紧倒去休困啊。好啦，啊无吼，我甲恁阿爸先离开啊。啊，川的吼，若是有啥物问题吼，你着随甲阮联络哦，吼。我知啦。来倒三个，谢谢啦。啊，阿婆，我来收一袋了，好。哦，今日吼实在有够无闲的啦。好佳哉哦，三姐下晡时就来倒三工，
若无今日，一定无用袂过。对啊，三姐哦，真正足有够意思个，一通电话就来安尼。这哪有算啥啦？阿母透早就敲电话甲我讲哦，三兄咧断烟啦，我就咧烦恼讲，这间餐厅毋知要安怎。想袂到你竟然甘愿哦，甲家己个店先休困，来甲三兄遮斗相共，真正是有情有义呢。三姐啊，你来看啊，三兄开这间餐厅开到遮大间啦，咱嘛无可能甲伊囥来讲歹开店啊。搁再讲啊，我甲金华啦是三兄带出来的，若是有需要斗相共个所在吼，我一定斗相共个啦。啊，川兄即马伫咧大医院哦，收款伫咧病院照顾伊。啊，恁兄弟啊哦，即马一定要大家互相斗相共，替川兄哦度过即关哦。阿爸、阿母，我是咧想讲哦，大兄个水果店哦，拢是大嫂咧顾店啦。啊，是毋是会当甲三嫂参详一下？三兄大爷这段时间哦，大兄嘛会当过来斗相共。你讲诶，我甲恁阿母也是真赞成啊。啊，毋过即个代志啦，还是先甲金尊阿母一下较好。好啊，阿母，我随来敲电话啦。啊，先煞问伊哦，今日毋是要去看川诶，是安怎无出现？吼。喂，秋燕啊，我阿母啦，啊，金春啊有伫店的无？叫伊来听电话。是啊，去病院？无啊，伊也无去病院啊。啊，伊是会走去倒啦？你嘛毋知哦。好啦，啊无金春啊，转来你甲讲，阿母找伊，叫伊敲电话给我。好，好，好，先安尼。金泉又搁找无人相。今次的金泉啊，我真正唔知影伊到底是咧做啥。我看这件代志哦，也是煞煞起来。啊，若无哦，金泉这款个性，万一若做无两工哦，都搁无出现，到时大家又搁较歹做代志啊。这间店哦，着咱先几个啊先支持的，希望川的哦会当赶紧好起来啦。这讲起来嘛是一个因果病啊。赖先生的工作一直袂好，是因为伊进前肠炎的问题啊，饮食无力控制啊，啊，饮酒无力掌握，才让伊的病情继续恶化。若是阁继续安尼落去哦。这工作要好啊，实在真困难啊！多谢医生。阿母，川的病情哦，拢无较好，我是来做烦恼的呢。看伊阁这么痛苦。我阁无法度甲斗相共啥，看起来人医生哦，嘛正真热伫家治疗啊。即马除了人，嘛爱求菩萨保庇，互川啊会当度过一关啊。收款啊，去庙里替你求的，肯定辛苦的，保平安。
哦，让你的身体会当赶紧复原。好吧。几落个月啊啦，川啊哦，遐空水也是安尼啦。啊天着搁烂，烂着搁开，开倒开几落届啊，啊是无看较好。吴秀宽啊已经发愿哦，要为着川啊食菜啦。看伊哦，为着要照顾川啊，迄面色愈来愈歹，我看着哦，真唔甘。哎，孙子啊，免烦恼，你哦，免受烦恼啦。这哦，人若破病吼，就交予医生治疗。咱这做家属的吼，伫别人边啊吼，甲伊支持，所以哦，搁较有勇气去面对伊的病。我小心穿的吼，有恁的照顾，搁变对好起来啊。希望是安尼啦，会啦会啦。阿母，你都唔免烦恼啊，师父有讲过。因果是业力所致，业力靠善缘化解，正善因得善果。正善因得善果，对啊，就亲像咱做这个环保嘛是正善因啊，咱将这善缘回向给三兄，我相信哦，三兄一定会做变得好起来啊。善因善果。先生，我来甲你换药啊！哦，好，陈小姐，啊，即个开完刀是安怎，空嘴搁还袂好啊？有人无？紧来到三江哦！啊，罗太太，这免紧啦，你先去处理啦。啊，等我无闲煞，再来甲罗先生换药啊！吼。你写晓啊？袂晓？啊，你毋捌听过哦？久病成良医啊！伊大个只都已经几落个月啊，我拢变成半个护士啊。你看你的空嘴啊，一直拢无好。过一个伤痕，秘书敢只只牙钢拍在遮嘞，你看了袂惊？感觉会爱我？拢已经什么时阵啊？你搁有心情咧讲酸笑？伊拢唔知影，我看到你安尼，我拢唔知要安怎才好。还着想想遐多，但是拄着总是要解决的嘛。你就是安尼啦。讲拢讲袂听，常常饮酒、饮酒，搁爱跋，毋知甲身体不佳安尼。哎，当拜托嘞，我开一间餐厅遮尔大间个，敢免甲人客应酬一下？啊，兄弟朋友来，敢免甲因跋闹？啊，生意毋则做会起来，当然嘛甲因拼啊。若是讲哦，爱摕你个命去换钱，我甘嘛袂。要生要死吼，住好好嘞啦，早都看开啊！你是唔通安尼乱讲话呢？我有去求菩萨啦，我有甲菩萨吼下愿讲我要食菜，所以你一定会好起来。小宽，我破病这段时间哦，我知影你认真烦恼，我真担心啦。用心啦，我会看囡仔个好个，哦，安尼啊，你都免出来提走，啊，病也着爱走，啊，餐厅着安尼三平撞来撞去。坦白讲，我可能我真唔甘嘞啦。
只要你会当恢复健康，我管哪辛苦，我嘛甘愿。不紧的，我在熟悉。配这副目镜啊，看物件，搁加真清楚，真好，真好。吃胖哦。哎呦，血珠什么好料啊？哪会这么胖？爷爷啊，血珠啥？无啦。啊，着即阵啊哦，秀宽啊哦，为着要顾川啊的身体哦，啊是规个人愈来愈瘦啦。我毋知安算哦，爱炖一下补汤哦，要早去病院，甲川啊甲秀宽两阿母哦，做伙补一下身体啦。啊，秀宽啊，搁为着川啊哦，已经发愿要食菜啊。啊，我毋知请教迄师姐讲哦，迄食菜要哪炖补啊？啊，师姐哦，因才教我即味是全素食大补汤啦。素食的哦，素食搁会遮尼芳哦？是啊。哦，我是用迄哦麻油，把迄姜哦啊先煸煸煸煸互芳啦，啊才放迄哦党参啦、黄芪啦、当归啦、川芎啦、杜仲、茯苓啊十外种啦，会当迄补气活血、健脾止血的中药材啦。我哦是用迄规个晡时间炖这补汤的汤头呢，这内面我是放迄红菜头啦、山药，啊，搁有迄木耳啊、甲豆腐，才做哦这味这十全素食大补汤。差不多好啊啦，我哦趁烧，啊早来去病院哦，互川啊、甲秀坤啊、阿某会当趁烧食啦。啊，我煮真济啦，等下哦，你家己用来啉哦，吼。我知。阿惠，你乖哦，我紧来病院。哎，谢你哦。受死了。素食会咁好食？嗯，有影袂歹，哇！川的我来饲就好。阿母，我唔免炖什么补汤啦，川的我来饲就会用啊啦。什么你唔免？即阵啊哦，你为着要顾川啊哦，规个人安尼瘦真济，面色嘛足歹看的。阿母嘛知影讲哦，你为着川啊，佮法官要食菜，所以即鼎哦是特别为你煮的，叫做哦是全素食大补汤，太小紧哩。阿母，多谢您的。你把我当作是你亲生的查某囝在疼惜，尤其是我自细汉就无阿母，这段时间好佳哉有你在我的身躯边在甲我关心甲支持，无我真正唔知要安怎才好。啊，真嫁着翁啊吼，嫁予我这么幸福，哦，佫嫁一个这么疼惜你阿母吼。好啦好啦，免讲迄有诶无诶啦，身体哦、喔，赶紧好起来，才是真实诶啦。放心啦，等我这身体好起来啦。嗯，好啦，阿母对我啉吼。嗯。哎。啊。哎呦，我这没钱啦！哎，上！哎，金川啊！
是我生命较重要，还是厝生重要？哈！我若厝生，我就袂用做上你啊啦！你死人啊你！放心，出题之后我过两天就会提给你，好无？你提这就是要我走，你给我倒起来，你搬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啦，不然弄掉。又搁咧烦恼三兄的身体状况啊，对不对？我三兄的空嘴哦，哈尼久拢袂好，你叫我变安怎袂烦恼啊？你妈啊？阿母哦，嘛有去迄足济间庙哦，去拜拜求菩萨来保庇。嗯。啊，不过哦，我三兄的空嘴还是无较好啦。我是伫咧想讲哦，敢会是川阿姨业障伤过重？阿母做这哦，根本都无够。阿母，你莫安尼想啦，我嘛有把我的功德回哦，三兄，嘛有甲菩萨祈求，让三兄的病较早好起来。啊，我相信哦，一定足紧就好起来啊！哈，我是伫咧想讲哦，是毋是爱替川的哦发一个较大的愿，才会当让伊的身体赶紧好起来啦。丽琴嘛，啊，你之前毋是讲哦，种善因得善果，阿母是想讲哦，咧发愿。替川的哦，关一个溶洞啦，看川的身体哦，是不是会当赶紧好起来？阿母，这关溶洞是做善事，不是要功德呢？这阿母知啦，阿母哦是想要替川的哦种好，啊而且哦我钱管理足济哦，我真放心，因为我知影足济哦一定会把这善款哦用伫个对的所在啊。阿母，知福可量力，诚心为要。你唔免上勉强家己啦，哈，袂啦，阿母无问题啦，啊而且哦，唔是讲会当分期，就算会当分期，你即卖嘛无咧趁钱啊，这你免烦恼，阿母有办法。师父讲过，有缘就有力啊！我相信我一定有法度分期替川阿种这个善因的。燕仔，今日食饱收闲哦，啊无代无志，七姐搭车是要创啥？无啦，我来讲啦。我是想讲哦，趁我即马搁做会叮当哦，我搁要出来去卖物啦，趁一寡哦，以后养老基金，较毋免拖袂囡仔。你即马哪有时间去卖物？啊，你要去川个店斗三工，搁要去走病院，安尼敢有法度去排单？你放心，我无问题啦。而且我阿你讲，人活个哦，就是爱加叮当，亲像我哦，爱加做加运动。人哦嘛，较袂出问题。本来我是想要来甲阿母讲健全的状况，啊，不过即马阿母讲，伊阁爱出去卖面趁钱，我看伊应该无法度甲健全斗相共啊。好好好，当面同我唱啊！好，同我唱啊！我以为杨春明。好，先来哈。
谢。赖先生，你真无简单嘞！这八个月来，我不管用什么方法，你的工作就是一直袂好啊。想袂到这几天恢复速度这么紧，搁这么好，我看哦，你这两天就会当办理出院啊。好。啊？刚真实嘞，我哪会当出院啊？回去厝的时阵，爱会记得哦，袂当让空嘴擘着嘴哦。有啥物代志，爱马上回诊哦。好好好，多谢医生，多谢，多谢啊！啊，素汐，素汐，总算我会当出院啊！真哦，一直是提供背后听到阿母的请求啦，所以你的身体状况才会越来越好。也够有啦，我嘛感谢阿母，还够有你。一阵仔对我时间啊，甲我照顾遮尼长遮尼久，我是足感谢恁的啦。你哦爱感谢，唔若阮两个啦，你阁爱多谢你遐兄弟姊妹斗相共。阿伯，你着好好爱惜家己的身体，莫阁让阮大家哦替你烦恼，知无？唔知啦，阿母啊，以后哦，我会好好珍惜我家己的身体，我嘛会甲我身体有照顾用行咧，好不？好啦。哦，是搁咧订煲汤啊？嘿啊，我有叫川的甲秀宽的哦，因来食煲汤啊。因哦，应该得要到位啊。这个高音啊，川啊，啊，病院一大路躲到遐尼久着，哦，即马总算好啊，会当出院啊。唉，希望啊，伊经过一届生死关头啊，以后会当好好爱惜家己的身体。有啦有啦，又甲我保证过啊啦！啊，应该是川的因来啊啦、欸！我来开门，好，来哦！哎，阿爸，您来啊吼！哎，阿爸，阿爸，进来进来。川啊！阿母，川啊！阿母，啊，恁阿母哦，已经甲保证订好，等恁来吃啦。阿母，多谢你。来来来，进去吧。哎，我来接哈。喂，要找谁？我是大京村的阿母啊。病院，你讲京村啊，吐血红送去病院，哪会安尼？我到底是欠你啥？你要安尼一直折磨我？你即摆是安怎啦？啊？你不是答应我要饮较少，结果呢？人家胃出血，若不是发现了早，你早就无命呢。我心情不好，我连一寡酒拢袂用的是无？啊！咱的水果行哦，予人逼到要关门啊！我一定要去博一个较大刀的啊！王爷已经交紧了。一定有问题啦！阿婆哪有可能我安尼衰，一直输，输到要断骨啊！想要发达，你都应该脚踏实地，好好啊打拼，不是一天到晚干那想要做这种无本的生意，根本都袂好个。是安怎你到即阵还袂清楚？迄水果根本就吃袂饱。也袂死，过是要创啥？迄是因为你无认真咧做，三工两工就想要歇睏，连咱母后的钱，嘛拢我互你输了了，安尼生意哪有可能会好起来啦？好啊好啊，莫阁细细念啊，好无？我的运气拢互你念到碎去啊！你若要阁安尼继续落去？不是饮，就是博。这种日子，我无法度阁过落去啊！好啊，你就莫过啊！你走啊！敢讲，怪我叫你留落来哦！你走，你走啊！景顺啊，你哪会当这么无爱惜你自家己啊？杜尊公哦，你无替你家己想。你嘛爱摕树叶来甲囡仔想啊！
来倒地。坚持啦！拄才你甲秋元讲的话，阿母拢有听到啊！你袂当阁安尼落去啊啦！阿母，我是要哪做嘛？你爱改酒啦，啊，阁有爱认真工作。就准讲即摆水果行做袂落去啊，嘛阁有其他的工课通做。看是迄去川仔的店，还是去金龙的店，拢会当去遐斗三工啊，吼！阿母。你爱我这做大个啊，给因吃。你莫讲生笑啊，好无？你莫安尼想啊，恁是兄弟啊，大家本来就应该要互相照顾。你莫分遐尼啊济，好无？好。妹，你是臭女人，叫你去洗布，你是无听着是无？啊？创啥？你要创啥？建华，哎，建华啊，你安尼是咧一声，才有这好音唱无。